没吧？没肉了，没肉了。给，来来来，太够了嘞。够了啊！好胖，你看卖了好多了。干了。哟，没点肉还是不够啊？对。来了。哇，谢谢。嗯，红肉挺多啊，这个大的。差不多这都，哎呦。吃了，没吃来了。咱们俩吃的都是，哦，嗯，哎呀，买这么多，多少斤了？嗯，29斤多，不到30斤。咱俩买了不少。今天的俺也舍不得吃，过年了，今天都买了。哎呀，买可不少，我说咱们。现在回来不然到时候放冰箱里。今天也舍不得吃，过年了，这里只能买点肉。那两个人见没不用买真多的，啊，买真多，买30多斤，是吧？等俺下个月回不来，俺大姑回家回来。行，行，没事啊，没事，你家一块儿。今年俺奶在家里，人也多，小孩都出来了。嗯，他不是老人家。嗯。今年舍不得吃吧？过年了也舍不得吃啊，舍不得吃。啊，你少吃点，你买那个肉了，你都少吃，你不好。你不能吃那啥呀？你要吃的话，你都把那煮烂了。你要是吃，你把那煮烂了，你要是煮烂了，那就不一般。几个？50万。